你不知道皇帝那前面做皇后，那我们做公主嘞。他说皇帝跟皇后刚好交错，他们说老公来了，赶快出来跟他迎，跟他挥手。哎，我们是做公主嘛，天哪，仙啊哈。再摇到你们石上来，对吧？这里就是石上，在哪里啊？那儿有个火人的，那树后边，树后面这个胡同里边有个这个广化寺，因为都是皇帝去那里拜的。对，广化寺是皇家。这里也是属于皇家的范围。这个原来是京城，大约五十公里啊。你皇家运过来的东西都在地安门系，地安门是个长远码头。北海过去是东南。猪蹄呀、啊，人太多那就算了。你平时参加团吗？对啊。像我讲桂林，桂林不一样。桂林是我们两次去的，桂林跟你家那个。那个就很棒。那个棒。桂林。之前我也去了。那边有天，第一次五天。我搭一个那个船。